我在我们村个最大，一般对付两三个人都没问题。所以我以后一定能保护你。我这个人力气大，我在部队当过两年兵，学过硬气功表演。我这个人我胃大，我小时候就能吃，最多吃过九碗饭。我这个人心大，我除了家里的活以外，我在城里还有一份工作，城管。当时去收管理费，我的同事一天能收300，但我一天只能收30，结果3天就被调离了岗位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脸大。我有个爱好，就是爱逛街，但只陪我女朋友逛，一般男的都不好意思讲价。我讲价的能力绝对比一般人都强。我这个人啊，手比较粗，家里的活我什么都会干。我这个人腿比较粗，通常不穿那种裤子，我穿的裤子都是宽松随意一点。我这人腰更粗，我家开了一个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，有旋耕机、四轮子、收割机，还有一台夏利，一年收入10多万。我就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男人，你愿意让我保护吗？来，2号刘月，我从小就有当那个兵哥哥的情节，我特别喜欢当兵的人，心中老澎湃了，真的。你真老激动了，你别这么的，我也着急了，整回这心呐，这突不突啊？不是，你着啥急呀？不是，没人这么太强烈，这头回呀，没碰上过这么主动表达的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也是第一次这么主动跟别人表达。谢谢。我就是我这性格吧，以前就是保护别人惯了，但是突然有一个他说特别能保护人的，我就特别喜欢那种感觉，我也想找到一个能保护我的人。关注一下吧。哎呀，对不上话了，你对呀。再说我就想找一个想保护我的人，说。你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我就是一个这样能保护你们的人。你们姐，我这时候是不是应该灭灯了？别的，关注一会儿，看看。你都带门了。我这着急。我就是一个这样能保护你的人。